奇怪，阿翔人呢？就被你打跑了呗。嗯，啊，不是说什么嗨姑老叫逼？这是虐待动物哦。好啦，那我们阿翔小编呢，他现在正在为大家准备过年前的洗车套装组，那今天就会上架喽，就让他去忙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邀请了一位热血铁粉夜夜来洗车，应该快到了吧？啊，到了。我是夜夜，你今天是怎么样？是穿这么漂亮，是来走星光大道，还是来洗车这样？当然是来洗车的咯。哦，那我相信观众朋友都有一个同样的疑问吧，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长得很像？嗯，不用猜也知道，她就是我们。啊、没有啦，我姐姐，姐姐。哎，对啊，这是我们娜娜奖。哦，我们娜娜奖还单身嘞，所以很想快，很想把她赶快嫁出去哦。好好，我们不是联谊节目、我们是要来洗车，好不好、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娜娜讲话，也是真的可以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要来洗车喽。车身洗完之后呢，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各位这个产品，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美膜，它是镀膜类的一种。这个本金呢，大概喷3到4下就可以了。那给大家看啊，然后把它擦均匀。哦，这么厉害？对，轻松、快速、有效。那等一下，我这个擦均匀之后呢，就可以擦看看它的泼水效果，就知道有上跟没上的差别。左边是没有上的，右边是有上的。你看它右边那边有上过的地方，就是水珠很快就滑下来，然后这边就是一整片的。那左边的部分，你来做看看。好。我来试试看，这样的部分大概喷3到4下，然后就是这样直的擦，然后再横的擦，把它擦均匀。好 ，OK。对，就是这样啪擦，然后等一下再把它擦均匀之后再把它擦亮，这样两边的泼水效果都是一样的了。对啊，好方便哦。那镀膜的效果呢？它就是防油防尘，我们要来测试它防尘的效果。那这个就是香灰，香灰，就是粉末啦。好。哦。哦。可以了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如果上了这个美膜之后，就算有灰尘，然后。车子在路上行驶，一定会有风嘛，然后就很容易，很轻松就会被吹走了。啊，那刚刚是吹气的效果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测试它用水清洗掉的效果。水就可以很轻松就把这些脏污去除掉，因为这都有浮塑的效果，所以它防污、防油、防尘。所以下次如果你在洗车的时候啊，你就只要用清水，这样很轻松就可以把车上的脏污都洗干净了。这个多久用一次呢？看，其实是看个人使用的状况，但是这个它可以维持蛮久的，它的泼水效果是可以达到2个月。哦，对，那它的持久度是3个月。好啦，车子镀膜完之后，我们洗车任务就告一段落啦。今天还玩得开心吗？好，不错哎，你看车这么漂亮，谢谢你啊。好，那今天娜娜讲来洗车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タイプもリーズナブルに簡単仕上げ。